风味的浓郁度，就是让我流口水的东西。不是老年人起身运动，确实不能一直坐着了。我这腰，我感觉再有个两三年，我可能我要瘫痪了。我要是一直在这坐着的话，我必须得玩一把，站一会儿，玩一把，站一会儿。中单轮子吗？打野小剑圣，补个东西看看。你想要什么？给你个皮海，哦，鱼骨头，皮海，皮海。再见。哎呦，我要全都吃掉。吃个药吧，省着一会儿牙口上来我们推线推不过去。没了呢，不加了。我直接红宝石吧，我们就不反甲了。我反正都回家，还吃啥药？我上线如果，哎，马上到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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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吞！哎呦我，给你点个赞，好吧，兄弟。看看人家啊，看看人家，人头都不要，人跟人家差距就这么大。我本以为我的双 buff 要没了。说为什么站原地瞅我？可以啊，把风墙交了。你这一波哪来的战争女神？舔，好闪。舔，闪现，吞，推，哎呦，还好我有红 buff。我的食谱独特的广阔无比。回家了，先来一个攻速海，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那轮着妈出了一个萃取加女神之泪，要赶开人儿。哎呦我的天！来吧，亚索，我用风墙。所有造物，生来都是最长的。算了，推了得了。其实我不想推，不过我不推也不行，这小也不出来。真正的饥饿感是无法被缓解的。我越塔杀的可能费点劲，不好越。真美味。不让他戳啊。吞推，哎，圣殿在等待。行，我们应该可以在这堵他了。先让他把风墙交了啊！好，点炎，开 E， 先把亚索，别急啊，吞，推，开 E。刚才说错了，先把剑圣杀了。亚索没啥虚区，主要是剑圣，剑圣有真实伤害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回家吧。吞，推，走呗，走呗，走呗，再见，吃狗屎！你是不是以为我走了不杀你，小伙子？那你就错了啊！当你过来查眼的时候，就是你死的时候。好，你已经死了，没有风墙。哎，往小兵里边一走位，走位，哎，他却不放大。吞，推，开 E。小兵太多了，确实是不太好舔得到这玩意儿了。流口水，说明。再吃一层塔皮。他给我拆没了。吞，推，闪现，哎呀，漂亮！
这小子怎么不放风呢？天，这个样子我们不回家了吧？轮着妈要来了，在这等他，看看这轮着妈敢不敢来。轮子妈，轮子妈去下了。破败在哪儿？3200，先出破败。吃撑了，是不可能。我马上来救你啊，哈子！1000一出门，关键没啥买的，这玩意儿差200块钱。好，我们在这儿整一下剑圣啊，吞推起。轮着骂不行，哎呦我垮，还狂不狂？还敢狂吗？是个样，还挺狂。轮着骂哎，剑圣来了。所有人都应该淹没在我的庄严之中。你好，剑圣。哎呦我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打个蛤蟆。这要出个九头蛇，这不全杀了，全是残血呀！哎，我马上到河流之王来了，好勾！你哎，我 E 呢？我的发，我的 E 呢？没溢出来，没什么能摆脱饥饿。机器人可以那什么哈，可以破盾哈，挺烦人的。一会儿先杀机器人，杀完机器人再杀他们家那俩谁。我的嗜好很专一。多么令人愉快。
舔。哎呦，队友呢？咦，好，等机器人把大放了的，杀拉克斯。往哪走啊？哎呦，挖爪扣。剑圣这么不怕死吗？一地的东西啊，刚才呀、啊、我们先来个板甲跑得快，再来个反甲右一点，再出个巨酒来点虚区。不，河流之王来了。哪来个剑圣？呀呀呀呀呀呀！口你，推！吃点血来，好踢！来了。舔你！哪来个剑圣？给我杀！口你，推！哎，让我口一下。人有点多呀，嗯，一下闪现，完了撞墙了，快快救救，快救救，走呗！怎么能撞墙了呢？来个反甲。感觉这塔姆其实也不是那么特别肉，还是薛威是有点脆呀、啊、打我们还是掉血。真正的饥饿感，出个羊刀，不出了，出羊刀碰不着人没有用。薛威跑得快一点点，把土龙打了，哎，加点抗性。让我们敞开了吃，放开了吃。嗯。那轮着妈凭什么 A 我一下？又一份点心。人有点多呀，先把蓝打了。
谁乱配件了？谁敢乱配件？任何有深度的东西都是虚假的。我看看是谁。哎，这进这个大招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闪现了！后边剑圣，好 Q！ 哎呀，不行了！出个拒绝的。打条大龙吧，兄弟们。那个机器人其实还是挺烦人的。有空也不肉啊，确实不是那么特别肉哈。关键是对面有青雨了，而且这玩意儿不放盾的话，就那么多血，也没有啥回血技能。打条大龙，我来啦！跑！先把亚索杀了，还有剑圣，先杀轮着吧。给我追哈的！真快呀、真正的嗜好从哪来？小龙还有40秒，我们拿个龙魂就比较稳了。这轮着妈咋这么狂呢？我他妈是不是得舔你两下子了？我发现啊。真的太狂了！剑圣没有血，轮着妈死了，应该能打这条龙。看看啊，差个巨酒。有，马上我们也能传送。那寒冰搁后头瞅啥呢？不放技能，扑克留寒冰啊！哎呦我这哈子，漂亮哈子！哇哦！
我猜了，人有点多。我尝过那些让人平静的东西。2400块钱，差一点点。我把这蛤蟆打了。那剑圣死了17把，两件装备能砍死俩，怎么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你们怎么就还要推点塔呗？人确实是有点多啊。不行，对面的虚区有点高，得5个人打，没有5个人打不过。虽然他们都比较脆啊，但是我们要 A 人比较费劲，不一定能 A 得到他们。蓝盾也没有用，我的装备就这样了。我寻蛤蟆能给我上一波呢，没想到蛤蟆怂了。打大龙，有没有闪现？哎，没事儿，一换一可以接受。你跑啊！你跑，你往哪跑？蛤蟆给我等着，我马上来救你。跑得太快了，很烦。死了。一般正常吧，三下就死，就是老打不着。不用，直接推基地就行。那剑圣喜欢去下路杀拉克斯，让他杀去吧。呛着了。